很多养蜂新手想在秋季更换掉弱群的蜂王，但觉得培育蜂王非常的困难，然后到处去购买蜂王。今天妹子教你一个简单到连八岁小孩看完就会育王的技术，你学会后就会有用不完的蜂王，让你随时随地想换就换。我每天都在竭尽全力的分享各种蜜蜂养殖技术，就是想让您在养蜂路上少走弯路，还想看到您免费的红心和关注，再转发给养蜂路上正在走弯路的朋友。首先我们找到一箱发展旺盛的蜜蜂，因为强群培育出来的蜂王才是极品中的极品，巢皮上要有很多三日龄以下的幼虫，然后提一张带蜂王的巢皮到蜂箱的另一边，接着用一张空巢处隔开，蜜蜂感知不到蜂王的信息素，就会建造多个王台。我们等王台成熟后，就可以把它借到更需要更换的蜂群中，这样蜂群很快就能发展成强群，也可以把多余的成熟王台用球王笼球起来留着备用，从此就有用不完的蜂王啦。